嗨，Hi, 大家好。那这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我们的文件菜单操作。那现在我们再来实现一下 New，好不好？新建文件。那新建文件它的实际的表现效果是什么样子呢？那当然就是这一块给它清空。清空我们会用到谁？是不是会用到 Text 的 Delete 方法？所以这一块其实是蛮简单的，对不对？然后，然后我们再把上面的这个 Title 给它清空，是不是就完成了？好，我们来实现一下。我们对付一下，对付一个。 d e e 一个 new 这个函数，OK，然后同样的 global 我会用到我们的 file name，因为这是一个全局的这个变量，然后我会用到 root，给它一个 title 表示这个清空，叫给它一个命名吧，叫未命名文件这样的一个访问操作。而 file name 呢，就把它给清空为一个 None。 这就完全把它给清空了。最后，我们给 text pad 来一个 delete，delete 呢就是什么从头删到尾。按照我们之前所讲的，应该怎么来呢？幺点零，对吧？逗号 a n d 是不是就完成了？好，现在我们给它跟我们的 new 菜单建立一个关联，command 等于 new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们来运行一下效果吧。文件。 好，当然，我们先打开一个文件，好吧？好，这已经有内容了，上面也有 file name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再 new 一个，哎，大家看，是不是就新建了一个文本，就已经实现了，对吧？是不是非常简单？好，那这就是我们的新建和打开。